哇，我真的听到就是一头问号，跟同事听了都觉得哇，这很像抖音干片里面的歌。说不定他就想做抖音神剧。那还不够神。欢迎来到沙冈 News。这个连假终于结束了，非常非常非常累。这个连假我经历了许多，比如说汤汤水水在派合做了一场演出，在台南也做了一场演出，派合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其实现在拍摄的时间呢是还在连假之前，我其实还没经历过这一切。那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前，我都已经感到累了。不过即使再累，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就让我们看看从三月开始的前两周有什么有趣的活动吧。首先 ，Deca Jones 要开始他们的台湾专场演出了。Deca Jones 被遗忘的遐想 ，Reveries H 台湾专场演出，地点呢，分别是在3月1号礼拜三台北 Legacy， 然后3月2号礼拜四台中 Legacy， 还有3月4号礼拜六高雄 Live Warehouse。据我的了解 ，Deca Jones。才刚从日本巡回回来，非常马不停蹄的就直接开始了他们在台湾的专场巡回演出。好，台湾那么小，可以演个3场已经很不错了。喜欢 Deca Jones 的各位，赶快去抢票吧！接下来2023 The Next Big Thing 大团诞生开发场一演出的团有 C Week 早，然后 TFAP 还有万隆。哇 ，C Week 早呢很有趣，他们的主脑呢是我们那个屏东垦丁南中之南南霸天，曾经开过山羊酒馆，然后现在早音食堂的老板山羊哥由他组起来的乐团。那山羊哥呢每次上来台北都会找很多台北的好友把自己灌醉，对他每次都会喝得很醉的回屏东，想必这一次绝对也免不了，希望他演出隔天还可以好好的回家。那接下来 TFAP 就是原本不是玩后摇团，后来摇身一变把自己变成后摇滚，然后甚至还办了一个秋波音乐季的这个乐团。我很意外啊，我很意外他们这么快就可以登上那个大团诞生。接下来下一个万隆，我看到这个阵容有万隆的时候反而觉得还有点惊讶，我在想说万隆不是早就已经上过健身大团诞生了吗？对吧，没想到他们在2023的第一场开发场，对，也成为了这个演出者，时间是在3月2号礼拜四的 Legacy。 那其实大团诞生这个系列已经持续十几年了嘛，包括伤心欲绝也在2010年还2011年也曾经登上过这个舞台，对，那就是期待这个系列可以越做越好。对，那他的票房其实逐年都在增加，对，那甚至开始不断的收奥场出现了，就先预祝大团诞生的这一次的票房可以非常非常好。接下来 Model， 哇，这个在这十几年内常常来台湾，然后每一次都造成那个票房轰动、耳膜炸裂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后摇滚团，对，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卷土重来，又回到台湾来演出了。对，这个活动叫做 Pilgrimage of the Soul， 灵魂的朝圣。对，地点呢，3月4号礼拜六的台北 Legacy。就是喜欢后摇滚、喜欢猛爆音墙，一定要买票。我觉得在台湾已经很久没有机会可以看到这样的演出了。在我报这则新闻的当下呢，其实我刚刚也看到后摇来台湾。疫情结束之后，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就是之前常常会来台湾演出的乐团，直接就会在台湾排一场。小弟本人呢也很期待，就是曾经跟他们一起在台湾共演过的 MV 可以再来台湾。很久没有看 MV 了，很想再看一次。接下来大浪漫趴 Big Romantic Party 第3场 ，Chai 跟海豚刑警，哇，这两个团在台湾共演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那 Chai 呢是一个来自名古屋的四件事的女子乐团，海豚刑警是一个来自台湾四件事的男女都有的乐团，地点在 Lovo， 3月5号的礼拜天，相信门票一定也是很快就会抢购一空了。好，接下来下一个活动在同一天3月5号的礼拜天在 Pipe， 哇，这是本人那个力推的一个活动，我今年想要开始做的一个跟朋克音乐相关的企划，这个活动叫做朋克的形状 No Stage 演出，演出者有魏宝珠、楚大便跟地藏拉雅，这三个乐团呢都算是台湾不一样类型的朋克团的一个小指标吧。其实我就是想要借由让很多很多听起来完全不同感觉的朋克团放在一起共演，我们一起聊聊到底什么样的形状才可以称作朋克的形状。当天绝对是那个 No Stage 让它撞好撞满，你可以近距离的听到很大很大声的爵士鼓啊、拔啊、贝斯音箱传出来的霸声啊、吉他音箱传出来的破音。喜欢朋克音乐、喜欢现场的冲撞、喜欢噪音的朋友，就是一定要来这场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我想要就做成一个系列活动，定期举办。那第一次希望千万不要落赛，因为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成本的。下一个活动，庸俗大排档之快乐台中人，演出者是庸俗救星，这算是庸俗救星的专场吧。时间也是在3月5号 ，Legacy 台中。那庸俗救星呢，他们的贝斯手是我的那个大学的好学弟罗浩宇先生，我还记得他以前是一个。很北来，很喜欢 Limp Bizkit 的 New Metal 仔，对，没想到就是过了十多年之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贝斯大师了，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好，下一个活动 ，Man I Trust，
哦，好多外国团来台湾办专场啊！时间是3月6号礼拜一 ，Legacy 台北。然后很快 Main and Shot 就卖完了，于是他们在礼拜二3月7号也在 Legacy 就直接加了一场。喜欢的朋友要买要快。接下来高小高色气弥漫之情欲修罗场38女人节特别企划。38不是妇女节吗？怎么会叫做女人节呢 ？OK， 没关系，这是一个性别上的证明吧。高小高呢，这一阵子很积极的在发展他的个人的创作、个人的事业。好，那就先预祝。所以高小高在这一波35岁之后的这段时间，可以平步青云，好好的做一个那个朋克妖女。下一个活动，香根游台湾，香根要来啦 ！Ginger Root， 他在3月9号礼拜四 Legacy 台北。本人呢，在刚刚才知道有这个艺人，然后要来台湾，就速速的看了他的几支 MV， 他的 MV 都很好看，而且他的音乐做得非常赞，算是我刚刚认识的新朋友。然后我等一下要好好的深度的挖掘他一下。下一场活动 ，Michael 落日飞车群星演唱会。这次呢，落日飞车即将要跟来自美国的Michael Sayer 一起共演，然后还有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见的 Angel Baby， 那我相信就是落日飞车的鼓手罗真龙先生，他同时也是 Angel Baby 的主脑啊，那他应该会累死吧？这场好像还有票哦。话说啊，落日飞车2月底不是做了一个夕阳小镇嘛？那票好像卖的差不多了。那我昨天就看到他们经纪人玛丽就说，请大家赶快去关注这一场活动，那这场还有票，大家赶快去买。接下来是3月10号在 Pipe 本人规划的一个系列，就是王牌对王牌。第一次呢是由体雄川科跟 Robot Swing 嘛，票房很不错，那现场他们表现的也是非常精湛。对，那这一次呢，我找来的是昆虫白，就是甜美号的小白，他自己出来做了一个 full band， 还有我的好朋友洪生豪，他的乐团叫做 Void， 这两个都算是资历相当显赫的乐团前辈。对，我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也是不同世代台湾 indie rock 的代表吧，我觉得。对，喜欢 indie 的声音，喜欢吉他破音，喜欢 fast 的朋友，一定要来这场活动，顺便感受一下 Pipe 的 DMB 喇叭 ，DMB 喇叭送出来的吉他声音真是太好了。太好听了！下一个活动，2023平凡生活 Single Last Tour， 哇，这个乐团就是可能2011还12年就已经终止活动很久很久很久，最近开始出来，可能最近生活比较闲散吧，对，就开始出来 tour。它是一个算是 emo 团吧，当年我还在玩 emo 团的时候，对，常常会碰到一起表演。这一场办在台中回响的活动，应该算是已经集合台湾现在仅剩的一些 emo 乐团了吧，就是有平凡生活，还有台中的 emo 代表收水 Swell。非常非常好看，然后还有台北，就是有乐手潮的熊所领军的 Abandon Teddy 奔腾泰迪，相信这绝对是台湾 emo 的首选了。对，喜欢 emo rock 的朋友，对，一定要去看。接下来是新歌的环节，这两周其实蛮多新歌出现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屁孩的新歌，屁孩 Ryan 再见竹围，哇，我真的听到就是一头问号，就想说哇，屁孩怎么开始做这样的歌曲？跟同事听了都觉得哇，这很像抖音干片里面的歌。对啊。从大嘻哈时代看屁孩，就会觉得说他好像想要凸显一个，我已经过30岁了，我要长大成人了，我不应该再当屁孩了，就开始写一些比较正经八百的东西。可是屁孩啊，你本来就不是个正经的人，你就不要妄想做个正经的事。有些人就是该做强盗、枪击要犯，不能教他去好好上班，去麦当劳打工，是不对的。该当强盗就是当强盗嘛，自然有法律会制裁你的。说不定他就想做抖音神曲啊。那还不够神。再见诸位，挥别我的青春还有眼泪。Goodbye 诸位， Goodbye 诸位。接下来是 Yoko Rio 的 Feather， 羽毛的意思。我刚刚去查才知道，我英文真的有够烂。这首歌我不知道该讲什么，还蛮好听的，然后而且会一直听到郑俊宇的声音。但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柚子做音乐一直做的都很棒，可是为什么他一直不出中文歌？真的是很希望他有一天可以听到他的中文创作。对。再来呢，哇，落日飞车 Levia feat 凤小岳，对，这是一首台片《黑的教育》的主题曲。那《黑的教育》这部电影呢，刚刚一查，哇，震惊哎，干，居然是柯震东先生执导的，哇！而且我其实之前看电影的时候有看到预告，我觉得哦，感觉中二感蛮强的，是那种黑色校园电影吧。
然后就在一堆高中生在那边玩游戏，玩到出人命，真的是很中二，还蛮爽。然后真的让我最惊艳的，其实就是《落日飞车》这一首《Debbie》啊，非常非常好听。然后那个曾国宏不知道在里面加了多贵多少钱的合成器。那讲到这个啊，就最近伤心欲绝有一首歌正在给曾国宏制作嘛，去录音的时候才发现，哇，果然这个是一个世界级的乐团。原来录音有这么多东西需要注意的，需要被指导的，实在是受用无穷。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录一首好的作品，建议你可以去找曾国宏试试看，如果他还有空的话。再来呢，《夕阳武士》好的心情，《夕阳武士》这首歌呢，刚一放出来，我同事就在那边抱怨说，哇，不喜欢。我想说奇怪啊，歌还没唱出来，怎么就已经开始抱怨了？说我同事是跟阿峰有嫌隙还是怎么样？不知道，可能他跟王力比较好吧，所以他一开始说不好听。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后来 vocal 一唱出来，阿峰那个温暖的南国男儿的那个声音，直接包覆在我那个孤独的内心外面，我感觉就是我被从背后暖暖的抱住。这样武士就是你们要好好的不要解散啊，然后持续的出歌，对啊，很不错很不错，台湾的艺男不能少了你们。下一个又来到我学弟的乐团庸俗救星了，这首歌叫做一口一口，它的歌词反正就是那种很爱一个人，然后你想把它一口一口吃掉。这首歌呢，很明显就是贝斯手在炫技，这贝斯真的弹得非常好。我再也不会有掏心掏肺有伤痕，累累我笑着流泪，一口接下来呢，哇，陆波合唱团发行了他们的这张专辑叫做《美丽新世界》。哇，陆波真的是我近年来非常非常喜欢的台湾乐团。我好像之前录节目的时候就曾经都说过，他们的东西是让我觉得有既动听，然后又有一种很幽微的幽默感在里面。所有的声响也都是我非常喜爱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其实推荐大家听就对了。这整张专辑听下来都是很顺畅的。然后我通常其实听陆波，我就是会躺在床上就开着，就闭着眼睛一次听完整张，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推荐大家也可以这么做。下一首歌 G5SH 发了一首新歌叫做《罪人》。哇，这个 MV 非常的变态，是在讲一个练手的人。你们知道有一个研究吗？练足算是一个比较多人会有的倾向，因为人的大脑在看到脚的时候，脑部的作用跟接触到性方面的东西的作用的区域很接近，所以有些人看到脚会非常的兴奋，所以就会有原味化。我真的不行，我真的不行，真的很不行哎、欸！我很尊重，我尊重，我尊重，我当然尊重啊！对啊，就像有些人很喜欢听一样，我是尊重。对我来讲，听歌就跟买原味内裤是一样奇怪的。都漏讲了，都在讲恋足癖，各位没有在讲这首歌。对 ，G5SH 这首歌叫《罪人》，对，那算是 G5SH 一贯的做法，一贯的成功模式，还蛮值得一听的。而且我觉得，如果在放歌的朋友啊，在当 DJ 的朋友，就是在放华语金曲，我觉得这首歌算是蛮好发挥的一首歌。罪人是你，不是我，害人害己不害羞。这一阵子有什么特别的事呢？我觉得最特别的事应该就是刘文正死而复生这件事吧。我当时看到，我不知道各位对刘文正有没有印象，个人也是快要40岁的年纪，38岁的年纪，刘文正其实是在我出生前一年他就隐退。那我会知道刘文正的歌这些，其实是在我大概10多岁的时候，有一些模仿秀，小时候看综艺节目，很多模仿秀，很多人在模仿刘文正，我才可以听到他的歌。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刘文正的很多歌曲，对，我真的觉得可以利用这一次他死而复生这一则笑话，大家可以试着去让他的以前的一些好歌死而复生。
比如说我就很推一首歌叫做《谁在眨眼睛》，我真的觉得那首歌非常非常的好听。高挂在黑天笼之外，是谁在眨眼睛？阁下夜莺，我说的话是谁那样说的不听？哇！说真的，就是现在台湾独立乐团啊，每一个人都是用尽了心思来让自己被看见。像乐团百合花，他们搭配他们的歌曲《绿猴之歌》，俩高级瓜所创建了一个网页游戏，对吧、啊？这叫做来一个抓猴的游戏，然后蛮好玩的，就是你要去帮一根香蕉，然后去抓猴子，他会带一个桃子出去，然后要偷拍他们的照片，然后拍他们接吻干嘛，然后只跟拍他们，对，享受当狗仔的感觉。对，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点进那个网页，就可以好好的游玩。那今天的尾声呢，就我本人来示范一次这个游戏要怎么玩吧，我玩给大家看。金蕉最近开始怀疑伊只狗，是不是每天伫咧外口甲其他的鸡仔佚佗？金蕉要爱你去查看卖，到底是虾米人，然后爱甲证据摕来伊的面头前。哦。哎呦，抓猴喽！哦，看到了，看到了。Good take。哦，过关了。原来是桃啊！哼，今朝自早就感觉迄颗桃啊怪怪，今嘛佫更加讨厌伊啊！不哩个，目前所摄到的相片，也佫无法度证明因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爱好好啊个地。因若是家伫咧灯头白日之下。小懒小金也是忙来忙去，就赶紧拢甲翕落来。来，咱继续行。为什么一直摔倒？哦。No kiss, no good。哎呦，关不亲嘴啊！我靠太近，他们会跑掉的。哦，拍到了。玩两关够了。好，以上就是本周的 Shotgun News。从今天之后呢，节目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动，请大家好好的期待，之后会有很辣的东西出来哦。OK， 我们就先这样吧，拜拜。各位朋友，假如你们喜欢我们本周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分享给你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哦。哎，而且不要忘记了。那个我们荧幕上面右下角有一个小铃铛，不要忘记开启它，这样你就可以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See you。